小亮，拆，拆！这么远，这生意啊可是越来越不好做了。晚点车害我们跑这么远。哎呀，可不是嘛，你看看这个，对。怎么搞的？稀里糊涂的让人钻了空子。那怎么办？妈的！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怎么要出去？我去市里汇报。昨晚的事，可不是。哎，我跟你一块去。你就……哎呀，我走吧，我正好找他有点事。走。怎么搞的？你的任期还没到吗？怎么就……一言难尽啊。昨晚的事也很是让我佩服，不过你要担心了，这里边的水很深。这城管局是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部门，你啊，干善人，凡事都往坏处想。等一下，城管局的来了，咱们对着干，跟他啊。哦，知道了。等会儿城管局的来，不能走，听见了吧？啊，好。喂，城管局吗？这里的路已经让小商贩摆的摊儿全部给堵死了，请你们马上过来一下。你怎么能那么干呢？
这不能怪徐局长，我在任的时候就跟他们下过几次拆除通知。我没跟你说话。偏局说的不错，而且我也核实过，在法律程序上没有问题。就算是人家有一点点违法，你也应该跟人家说一声嘛。那要提前通知他们，他们人比我们多，那就没法拆了。所以你就深更半夜偷偷摸摸的拆人家东西？不管怎么说，这是正当执法。千江啊，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免职吗？啊？执法更应该讲究方法。我看来你呢要好好的反思一下，不然你这个局长怎么干得下去？我来了，快跑！快跑！我来了，快跑！管子人来了，快跑！快跑！快跑！来了！别走！别跑！别跑！跟他们对着干！别跑！城管打人了！局长啊！我孩子的学费呀！城管打人了！喂，双方。什么？你再说一遍。我马上派人去解决。好了。傻子，你才上任几天呢，怎么事情一个接着一个呀？又是执法人员暴力执法，还打伤了人呢。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林州新闻。城管野蛮执法已经成为城市和谐建设的一大公害。请看记者从事发现场发回的报道。我是现场记者肖一。今天上午，我市城南开发区的菜市场就发生了一起城管暴力执法，严重损害群众利益、伤害群众感情的恶性事件，差点酿成了数百人聚集上场的群体事件。那就只好接着往下查。老雷，你跟我说实话，你的执法队到底有没有暴力执法？这次真的没有。这次没有，以前有过。徐局啊，你刚入咱们这行，有些情况你不太了解。我们要做一些事儿，如果不想得罪上级政府，就不得不得罪一小部分老百姓。也就是说，与其得罪上级领导，还不如得罪一些老百姓。因为我们斗不过袁旭他们。庄副市长要连夜开会，是不是他要了解暴力执法的事儿？是啊。徐局，我差点忘件大事啊。什么事？我也是刚听说。庄鹏副市长、人大齐宣副主任以及重点办汪鹏，他们去医院看望了被打的伤犯，还送去了鲜花、慰问金，电视台还全程录了像啊。还有啊，市里把今天的聚集闹事定性为416事件，市人大还要重新对我们局进行行风评议。看来是把咱们推到风口浪尖上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走。不要再强调什么客观原因了。你没打人，没打人，人家怎么住医院呢？那老百姓为什么对你们这么大的意见呢？城管无小事啊，同志们。416事件已经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已经在老百姓心目当中大打折扣了。所以啊，你们一定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这个高度上来认识问题。夫人，你们应该有这个觉悟吧？来之前，我已经做好了挨批、挨骂、挨处分的准备，也准备被撤职。没这么严重，组织上对你还是非常信任的嘛。要不然的话，怎么能够从县里把你调上来呢？
关键是你要汲取老钱过去失败的教训。咱不谈这些了，打算怎么处理啊？我们的意见是这样的，先对事情做细致的调查，待事情弄明白以后再做决定。哎呀，那事情不是很清楚了吗？我看事情的背后可能有人。有什么人啊？几个穷的叮当响的老百姓，他背后能有什么人呢？真是的。好，这样吧，你们回去啊，开个党组会，好好的解决一下脑袋的问题。好吧。有。今天上午，市人大副主任齐宣同志、副市长庄鹏同志及市重点办主任兼治理经济环境办公室主任汪明等领导专程来到了我市第一人民医院，亲切地看望了在416上当了，上当了，政府都相信我们了，上当了，他们上当了。你看咱们兄弟做的戏，别管他，继续啊，打牌打牌。小记者，这是袁总的意思。你这是干什么？节目做得不错，老板很高兴，这是你应得的。我不能要，这是我的工作。我走了。您是汤大哥吧？是我呀。你是？啊，我是城管局新来的局长。哦，徐局长啊。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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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老婆老婆，来听话听话，来进来进来，你得请进啊。哎，你好。坐坐坐。好，谢谢。哦，徐局长，您请坐您请坐。小姑娘，上几年级了？初一。啊，字儿写的蛮漂亮的。啊，徐局长，孩子挺争气的，打他上学在班里啊，没有跑过前三名。将来呀，一定会有大出息的。嗯。嗯。哎，孩子，进屋做作业好吗？嗯。哎，好。叔叔再见。哎，再见。挺可爱，您坐。哎，好好。徐局长。我们有错，可是你们的人，唐大哥，今天呢不讲你们的错，我到这儿来是想听听你讲讲我们的错。就是我们家吧，你都看见了，上有老下有小，我老婆受过刺激，哦，对脑子呢有毛病。哦，对不起啊。徐局长，我们也要奔生活呀。啊，我呢又不会别的，也就会摆摊挣点钱。可昨天你们的人，昨天我们的人打了你们是吧？那倒没有，不过这些年呢也砸过我们多少次的摊子，也还让我们活不活了吧。汤大哥，我今天到这儿来
就是代表我们城管局，真心诚意的给你们道个歉。徐局长，我们摆摊十几年了，一些人根本看不起我们，欺负我们，呼来唤去的，说打就打，说骂就骂，也只有你徐局长把我们当亲人看。徐局长，您可千万不要说对不起的话，我们担当不起。唐大哥，别这么说。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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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局长，这是新力集团的人给我的200块钱，让我跟城管局作对。我有罪呀！唐大哥，严重了。我了解的事情就这么多。雷队啊，你是事情的亲历者，你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事情经过。是有人举报，才带人过去的。我们刚到那儿，还没来得及执法，就有不少人来围攻我们。我一看事情不妙，就下令撤退。幸好我们跑得快，不然会被他们打死。事情不明摆着，我们拆了他的售楼部，他们就是要报复。哎，事情还在调查之中，不要尽早的下结论嘛。416事件，由于媒体的提前介入，现在搞的是满城风雨。不仅是市领导，恐怕省领导也在关注这件事儿，所以就要求我们尽快的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处理意见，消除影响，挽回局面，这是咱们今天的中心议程。处理意见通过以后，我还要向市里的主要领导进行汇报，所以现在想听听大家的看法。怎么？都不说？那好，我谈谈我的意见。第一，请求市委市政府给我本人纪律处分。哎，老徐，这怎么行啊？你是刚来，并不了解情况。既然我做到这个领导的职位，就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我看还不如一人一个处分。怎么可能一人一个处分？第二，除了我之外，同时上报请求处分的，还有副局长兼执法支队队长雷进同志。我早已料到，但是我不服。我做错了什么？我没有做错了什么？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带领几百名城管队员，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现在倒好，功劳没有，苦劳没有，有的倒是罪过。雷进，叫上吧，坐下。这些年你给咱们局捅了多少娄子？执法队直接面对群众啊，体现党性的。如果你和你的队员真正的能做到文明执法、礼貌纠察，就不会引发这么大的麻烦。我以前的工作是做得不好，但这次我没错。你还好了好了，大家听我说，昨天人大齐主任亲自给我打了电话，庄副市长也要求我们认真的研究，拿出一个处理决定。林州电视台、林州报社的记者打了好几个电话，要采访我们。说明白了，就是要我们拿出一个处分人的决定，向全市人民赔礼道歉。我们要拿出自己的政治智慧，尽快的平息事态，稳定人心。难，城管工作真难。咱们干吧，咱们干好它。老钱，你到底得罪谁了？
对不起，我不该这么问。老钱，给我说说那块地的事儿吧。我还是跟你说说袁旭这个人吧。袁旭也是袁家村的村主人，也是袁家村的一霸。由于城市扩建，袁家村被规划了。几年后，袁旭成立了新力房地产公司，跟省市一级领导建立了一定的关系网，同时还倒卖地皮。街巷花园的65亩地是市规划局和土地局拨给我们的，准备给我们盖办公楼和家属楼。后来，这事被耽搁了。他便想把那块地要回去，我当然不干了，所以我就被……我明白了。如果那块地他拿过去的话，我死都不瞑目。你放心，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还坐一天，那块地到不了他手里。416事件没这么简单，在他背后有着十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背景。还是你的魄力大呀！啊，今天的处理既在情理之中，又在大家的意料之外。雷晶，我找他谈过，他表示能理解你。老董啊，我总觉得这新力集团和黑社会有什么瓜葛。这样吧，你到公安局去反映一下情况。这件事不能就这么了了，一定要还给大家一个公道。听说二小姐要出国，急用的时候可以去现。哎，你还没睡啊？你还迟到回来啊？哎呀，我刚上任，这不局里事太多吗？妈专门从老家赶过来了。老娘来了，人呢？爸，你是不是犯错误了？你去网上看看，网上说你受了处分，还有说被撤了职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赶紧回去睡觉，明天还得上学呢。妈等了你半夜了，你自己去解释吧。
可以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萧炎，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这座城市的中心广场。那么几年以前呢，这里还是一片的荒地，可是今天它已经建设成了美丽的文化广场。可正，是不准说还是不愿意说？比如说市里把老钱拿下来以后，庄副市长是力推你来接任的，可是最后我来了。虽然我只是过渡时期一个平衡的人选，但是甭管怎么说，我挡了你的道，你就没有什么想法？老徐啊，哪能啊，现在看呢，你比我更合适。七星花园那块地真是不老钱害苦了。那块地已经不会害人了。为什么？已经名画易主了。怎么讲？对他们十分有利的合同，还跟市里的主管领导打了招呼。哎呀，真是牛不喝水强按头，逼着我们签下这份不平等条约。那合同内容是什么？新力集团，就是那个袁旭，以每亩15万整买了这65亩地产，来进行了商业房地产开发。岂有此理！简直是丧权辱国。那谁代表局里签的字？是我。你糊涂。哎呀，徐局啊，你不知道啊，钱局就是因为他不愿意签这份合同才被免职的。如果我不签，我会跟钱局一个下场的。所以你就拿权力搞交易搞平衡。我说老董啊，你是副局，你想过没有，你这样是越权呢。徐局，我知道我越权了，可是当时那种情况我也好，这全越的好啊。啊，什么意思？还越好了？我说你全越的好。哎，徐爵，没想到徐局长您真会给我打电话。记者我可不敢得罪，说不定哪一天有点什么事儿，他给你就报一下光。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报道，那可是我的职责。这样好。那上次去找我，又想报道什么不良现象啊？不，您误会了。我们台呀，新开了个栏目，主题是讲我们这座城市的和谐、美丽和发展。哦，栏目的名称叫《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城市。对呀。哎，这个栏目好。我们这个栏目啊，和你们的城管局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才想请您大力的支持我们。我们城管局正想跟媒体联系，让媒体好好宣传宣传我们呢，一定大力支持你。那真是太谢谢您了。不用客气，我还有点事儿，也正想跟你请教请教。啊，什么事儿？您说。上次你报道我们城管局暴力执法的事儿，是谁通知你？是新力集团。那你们去亲眼看见了我们城管队员跟小商小贩发生冲突了？那倒没有。有没有可能事实并不是像你们看到的那样？你应该不会说我们报道错了吧？那也说不定。
不可能啊！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明明看到被掀翻的水果和蔬菜遍地都是。那你不觉得这些东西可以造假吗？精神文明建设，这个题材好啊！我一直就想为咱们的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做点贡献。是吗？那真是太好了。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啊。我们现在呀，正在寻求社会各界的参与和大力的支持呢。那真是太好了，那咱们就谈谈合作的条件。宋山呐，你说的情况我了解了，看来新力集团是有些背景。好了，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那我先走了。这恐怕不行。肖记者，你还是个小姑娘，这事儿多好啊！你看，你为台里拉了一大笔赞助，台里领导肯定赏识你，说不定还会给你升职、加薪。将来以后这个栏目就是你的。不行，做人做事要讲诚信、讲原则。特别是我们做记者这行的，那更要有职业的道德。算了算了，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徐军，徐军，哦，董记在这儿。有戏，我们找了法院了。哎，老梁，你说，董局是从来没被任命过郑局长，所以他签订的合同是没有法律效应的。这一点对我非常有利。这个人呢，表面上听我的，可是内心呢，有他自己的主意。那块地的事儿呢？那块地啊，虽说你们签了合同，但想拿到手，阻力很大呀。可是我咨询过律师，不是这么好办。冯院长说了，总归有办法。哎，我现在就去办。哎，来来来来。这是最近收到的举报信，大部分都是举报你们执法队的。行了，你就甭看了，我跟你说吧。有举报你们暴力执法的，有举报你们吃卡拿药的，有举报你们乱查扣乱收费的，多了。如果这些事儿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造谣重伤，告刁状呢？我当然希望这些都子虚乌有。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啊，你那句名言叫什么？宁肯得罪少数群众，也不能得罪上级领导，应该改一改。宁肯得罪少数领导，也不能得罪广大群众。找个机会啊，你跟他谈谈，谈谈他的口气，啊。也好，不行的话我就想办法把他灭掉。哎。我上回不是跟你说了吗？做事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嘛。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走吧，放松放松去。喂，徐凤山。哦，袁总啊，哎，你好，你好。啊，那好啊，那我在办公室等你吧。好，一会儿见。请进，徐局长。久仰久仰啊，袁总，欢迎欢迎，坐。好，本来早就应该来拜访徐局长。啊，袁总太客气了，找我有事儿啊？就是那块地的事儿。那块地呢，在您上任之前，我们两家就已经签过合同了。哦，这个事儿，哎呀，
局里还没来得及研究。我们就是想尽快的开发这块地。这样吧，我们抓紧时间研究，然后给你一个答复，好吧？徐局长可真是个爽快人啊！为了表示感谢，我做东，咱们聚一聚，喝杯交心酒，就算我给您接风了。那就不必了。这样吧，你回去就等着我们通知好。我还是想听一听徐局长个人对这个事儿的看法。我个人嘛，那就是公事公办。原本呢，这块地就是我们城管局的嘛。明白了，那就不打扰了。那好，那我就不留袁总了。啊。我已经跟他见过面了，态度挺强硬的。我要见你。我考虑一下吧。秀儿。哎，徐局，你来了。哎，快坐。哎呀，这几天咱这工作条件还适应吧？挺好的，您放心吧。嗯。对了，您看，我把新力集团非法占地、元旭雇人制造416事件假现场的这个报道啊，全都放到网上了。你看。太好了！哎呀，肖啊，看来我们把你请到这儿来是请对了。哎，咱就利用这个平台，宣传正义，打击邪恶。嗯，好。我们的城市这个节目里所报道的城管暴力执法，并非事实。关于这件事情的新闻通稿已经发给了各位。徐局长，关于416事件的性质，我们现在听到的和媒体先前报道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我们应该相信哪一种说法呢？416事件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有背后主使的煽动少数人聚众滋事的事件。作为新任局长，您打算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变城管部门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工作思路，变管理为服务。最近我们局开展了一项为商贩办实事的活动，也就是说，要求我们每一名工作人员每一年至少为商贩办一件好事和实事。对商贩的管理，我们要采取更加人性化的措施，对那些首次违规的商贩采取首次免责制。在这里，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身后这块地早在10年前我们局已经取得了合法的使用权。我们将尽快地完善法律手续，经过市规划局的同意，在这块地上我们将建立一个大型的农贸市场。在不久的将来啊，在附近
经营的商贩再也不用东奔西走、东躲西藏了，附近的居民购物会更加方便。我带人去收拾他。现在去，现场那么多媒体记者，不等于是飞蛾扑火？那怎么办？要不打个电话给庄副市长？打过了，一直关机。原告城管局诉被告新地集团土地侵权一案，由于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归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哎呀，徐凤山，徐凤山，这个徐凤山呢？这块地起争议，是从2005年的时候开始。确切地说，就是从袁旭先生辞去了袁家村村主任，成立了新力房地产公司的时候开始。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到2005年的时候，这块地的市价已经上涨了数十倍。说。他们又在搞第二个记者招待会。他们采用了聚众闹事、私搭乱建、违章附着物等手段，企图把这块国有的土地据为己有。他们还打着房地产开发商的旗号，向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出售了若干套并不存在的商品房。请问徐局长是否受到了上级领导的压力呢？啊，在城管局，我是一把手。不过，在家里嘛，我的直接上级那就是我的夫人喽。很有，徐局长真幽默。经理来了，肖老板，生意做得不错嘛。不，您的不错过错过，这不行啊，咱挪进去啊。行行，一会儿我就搬。以后要注意啊。好，好。您干的错。哎，庞队。哎，幸会幸会幸会啊，庞队，幸会啊。哎，谢谢谢谢，辛苦辛苦。干了啊。可以。来，庞总，我敬。感谢干爹。高升。来来来，擦擦擦。
书记，你早啊！哎呀，凤山呐，哎，锻炼呐，我这不向你学习吗？哎，干这一段城管局长，感受如何？太难了，比我在基层时候难多了。难就对了，要想把一件事情干好，都难。我现在最低标准，只要不挨批，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次全省卫生厅级大检查，我们市的情况怎么样？不错，咱们市排在全省第二名。要不是书记领导有方，指挥得力，取得这些成绩是不可能的。书记，我们搞了一个计划，想请您给过过目。要搞个大型农贸市场，啊，投资5000万，这钱谁出？我们想，市里最好给我们拨一部分，开发商出一部分，我们再自筹一部分。这个计划，希望能得到市里的支持。你搞，我不反对，啊，但是计划一定要周密。对，我们想这个计划最好能列入市委常委会议议程，您给全批一下。这个计划不具备上会的条件，即便是上会，也应该由你的主管副市长庄鹏同志签转给我。我签呐，不合程序啊。啊，是。哎，还有，我差点忘了，别人送我一件东西，等上班以后，我让人给你送去。什么东西？你看看就知道了。您不顶无缝的蛋，他们不是错在被人偷拍，也不是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上了别人设计好的圈套，他们错在丧失了原则立场，错在不该吃抗癌药。找我有急事，你过去看看，看看你这手下那副嘴脸。我呀，我没醉呀。南哥，好酒量，咱们下次再喝。现在是我们的城市专栏节目时间。昨天，城管局连续召开了两个记者招待会，想以此来告诉全市市民，城管局以往并没有做错什么，媒体是无中生有，甚至是有幕后人主使，而他们是多么努力的工作。请看，他们就是这样努力工作的。我没醉呀，不要喝。这次吃卡拿药事件性质恶劣，后果严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终身警示。下面我代表局党组宣布一下组织处理决定：一、局党组全体成员向市委市政府做深刻检查，请求处分；二、责令执法支队副队长庞大礼同志停止检查，给予执法支队队员程六、执法支队协理员汪九辞职处理；三、执法支队队长雷进同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责令其书面检查。同志们，
我想在这儿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绝不能把小商小贩看成是泼妇刁民，我们要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兄弟姐妹。徐局，看完电视，我打开电脑一看，网上是一片骂声，而且大部分都是直接针对你的。是吗？徐局，看来咱们的记者招待会啊，算是白搞了。哎，不能这么说。我知道他们的阴谋，我一定要揭穿他们。嗯。别慌，别慌，别慌。大姐，您好，我是城管执法队的，这是我的证件，这是车行道不能占道，也不允许摆摊设点，您要进入市场内部才行。来，我来帮你。哎，大爷大爷，您别慌，您别慌啊！您在这里摆摊啊，违反了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规定，请您尽快到规定的地点去摆摊好吗？哎哎，我帮您捡啊。大嫂好些了吗？好些了。哎，徐局长，你们怎么跑到医院里头来看我们来了？这是应该的，快别说客气话。我没管好我们的队员，伤害你们了。今天我代表城管局来向你表示歉意，对不起啊。哎呀，不可呀，不可。这是我的箱子，我的。老婆啊，老婆。我的，这是我的。我知道，你看。徐局长啊，把这个箱子都给我们修理好了，你看不挺好的吗？啊，来来，躺下啊，躺下躺下。哎，好，来躺下。徐局长，我们担当不起呀。大哥，别这么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啊。哎，太好了。太好了，喂喂，老同学，你看到网上你的绯闻照片了吗？哎呀，你说什么呢？不可能。哎呀，真的真的，我不骗你，你去看看吧。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工作啊，挂了。凤山呐，让我说你什么好的？这才多长时间，你都干了些什么？让我给你数数：拆人家的售楼部，
暴力执法，啊，还有开什么记者招待会，这不，桃子新闻又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市委组织部要找你谈话，我给拦下来了。如果你再不做出深刻的检讨，我可帮不了你了，明白吗？庄副市长，您刚才说的是否是事实，先放一边。只要我还在局长的任上，我就坚持到底。徐局，为了不让他们再侮辱你，我还是决定走了。你要是这么一走，他们就更有理由胡说八道了。他们可什么都干得出来。你怕了？不，我一定要揭穿他们。你要搞出什么样的名堂？傅山，你前日的教训一定要记取啊！我就不明白了，矛盾可以化解的，你为什么要往激化里搞呢？矛盾呐，可以私底下沟通的，你为什么搞得满城风雨呢？难，城管工作真难，真难，咱们干好它。我想跟你解释一下，就惹吃了吧。听到你跟妈妈的谈话了，偷听。我很佩服妈妈，但是我更欣赏爸爸你。你就骗我？没有，真的。爸，你怎么还不高兴啊？你看这水，你看这山，你看这钟乳。是啊，动静风幽的。可爸爸现在哪有心情欣赏这些？老师说了，这里边有极浓极浓的负离子，对人身体非常有好处。啊，我的宝贝女儿，想让爸爸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费尽了心思给爸爸分忧。爸。
爸爸，我能给你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吗？有多小？非常小。说吧。以后你要是再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你就想想奶奶，想想妈妈。实在不行，你就想想我呗。你不能再回你驻地了。局的徐凤山，你呢？把这个举报信收好。先不要对外公布，如果能和的话更好。知道了。请进。周市长。凤山来了。来。袁总，凤山来了。是徐局长。来，请坐，请坐。哎呀，凤山啊，这次把你叫来呢，是关于农贸市场的事情。我呢，把袁总也叫来了。俗话说得好啊，冤家宜解，他不宜结。你们共同携起手来，为人民群众办点实事儿，这才是正理呀！哎呀，你写的这个报告呢，我看了，挺好啊。当时看完了以后，我就批了。我也给那个欧阳市长打了电话了。准备呢，在政府会议上做专题的研究，到时候规划局也参加，袁总对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搁置争议，共同发展，达到双赢，对不对？我看这样吧，你们找地方先聊聊，先谈谈。好，徐局长，我们之前有些误会，就算是不打不成交吧。袁总啊，你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想法？我倒是愿意听听。我跟庄市长初步做了一下估算，
这个项目总投资额大概需要5000万，庄市长拨款2000万，预售摊位500万，剩下2500万的资金缺口由新力公司垫付。那摊位你是怎么个出售法？按1000个摊位计算，每个摊位收取预付款5000元。这我不同意。那好，新力集团垫付3000万就是了。那你怎么盈利呢？我要10年的经营权。也就是说你要收10年的租金。对，我让人设计了一个规划草图，地上3层是农贸市场的主体，包括小商品市场。3层以上再建9层的商品楼出售，这个地方是黄金地段，价高好卖。地下再建一个大型的停车场，都归你。哎，不，归我经营。至于你，将会免费得到一套170平方米左右的商品房，比装饰那套小不了多少。另外，再给你30万。美金吗？不不，人民币。要是你嫌少的话，那就……袁总啊，你要不说给我多少，我真的都快被你说动了。这样吧，等市政府研究通过之后，你来参加竞标，大家公平竞争，好吧？啊！什么瓜蛋儿？你看，现在多少网友朋友们向你拍砖啊！你再清白，我都没法跟他们解释。爸，现在是网络时代。你不能忽视网络的力量。嗯，我知道。我们局现在就办着一个网站，不过看来还不够，得找机会能跟他们亲自对话。你敢吗？这有啥不敢？我现在就敢。真的？真的。好，我现在就可以。你准备好了没？真的。必须的。好，来，请吧。准备好了啊，爸，是一个大局长了，你得注意影响。哎，你别把我整紧张了。没事儿，准备好了吧？好了，预备，开始。亲爱的网络朋友们，大家好。风神，怎么了？风神，这是怎么了？倩倩，倩倩，别怕，别怕。倩姐，倩姐，你说话呀。you
袁旭，这是想空手套白狼。这个项目交给他们，会成为他们唯利是图的工具，工程质量也不好。再说了，他们向商户收取租金，会增加商户的负担。我们要充分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我看这样，这件事呢，我们要拿常务会上议。你呢，把所有情况呢整理一下，特别是新力集团的资金问题。你呢，在常务会上做一下汇报。哎，老董，你先坐，我打个电话。哎，少，检举信看了吗？信我收到了，很及时。我跟你说啊，公安局检察院现在已经介入了。对，那好，有什么消息咱们再联系。好的。啊，再见。尤金书记已经答应了，要把我们的计划列入市委常务会议讨论，这样会节省时间，也避免有少数人掌控的局面。这是市政府秘书处王处长介绍给我的，金源公司，是一家香港公司啊。他们愿意参与竞标吗？愿意。考察过没有？很有实力，而且在大陆啊有一定的背景。不管这些，关键是。他们跟新力集团有没有关系？正在查。那就好，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如果这个项目落入袁旭的手里，那我们就是前功尽弃了。告诉弟兄们注意点，最近风声有些紧。怕什么？有钱有人，什么都摆得平。你这个笨蛋！钱和人能打过法吗？现在最要紧的是把这块地弄到手。部长，啊，不是，老师长，
同志们，市里边非常关心咱们大型农贸市场这项工程，今天庄副市长亲自到咱们局来检查指导工作，下面请庄副市长给我们做指示。这个关于兴建大型农贸市场的项目，为了支持你们，除了政府拨的那行政资金以外，我再追加300万。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必须得公开的招投标，必须得做到公平公正。大家非常的辛苦，不过我还是要求大家快马加鞭，马上上马，月底前必须得开工，我还等着剪彩呢。这庄鹏市长态度全变了，不过这样倒对我们有利了。哎，你们说袁旭他会来竞标？不知道，他们把材料送上来之后再没问过。请市长放心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觉得。哎，怎么不说了？你觉得什么？我觉得这不太可能，他们前面为了这个项目的事儿费这么大的劲，况且庄市长可是他们的直接后台，所以别乱讲。我还是觉得这有问题。我现在正在去招标会的路上，既然招了标就得去看看。知道了。北河农贸市场工程经过激烈的竞争，香港金源公司终于中标。金源公司表示，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的圆满的完成项目任务，并向各有灵单位所寄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热烈祝贺香港。不好了，中标的还是袁旭。你说什么？我终于调查清楚了，原来金源公司和新力集团是合作公司，金源公司中标就等于是新力集团中标。也就是说，金源公司中标就等于新力集团中标。小丫头说的没错，金源公司就是新力的合作公司，而且新力是大股东，我也就是金源的老板，只不过法人不是我。袁旭，我们是林州市公安局的，因你涉嫌犯罪现对你刑事拘留。知道了，凤山同志，庄鹏同志已经被纪委双规。根据办案组的意见，有些情况还要向你了解。哦，你要对党忠诚，如实向组织报告。好。彭大哥，你的人都到齐了。我们呢，不但出人，你看，
你看，这呀是大伙儿自发的捐款，一点心意。唐大哥，心意我们领了，但是这个钱绝对是不能收。徐局长，我们大家早就盼着早点进去呢。请大家伙放心，啊，相信咱们政府，而且啊，这次中标的国铁公司那是相当有实力的。哎，我们放心呐。哎，刘总，来。徐局，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负责咱们新市场开发建设的刘总。啊，刘总，这些都是咱们老市场的老摊主。刘总啊，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别说请求了，请徐局长指示。嗨，什么指示？这些老摊主啊，大概有好几个月不能经营，能不能免除他们半年的摊位费啊？行，我一定让惠于民。好。